유족이 땅바닥에서 있기를 바라는 것 같습니다. 那即使是这样，我们昨天也到总统府前面陈情。那遗孀在总统府前面这样子的一个诉求，不仅没有得到重视，还被粗暴的对待哦。昨天这样子的状况，台湾的政府不仅不出来，甚至。 甚至让资本家在背后打着舆论的混战，我们认为昨天的这样子的做法是再一次的杀死了 Hydis 的工人哦。우리는 그 일을 가기로 선택했습니다. 如果今天台湾的资本家跟台湾的政府还是以这样子的态度继续下去的话，那裴家炯烈士的这样子的一个悲剧，就不会只是只有这一件哦。 지금부터 국식을 끊고 무기한 방생농성에 돌입할 것입니다. 所以现在开始，从今天记者会开始，我们决定无限期绝食抗争哦。现在这样的状况，就像之前我们国内有另外一个案子，叫做双龙汽车。在双龙汽车的抗争里头，目前总共已经死掉了28位工人哦。 이곳에 차량이 지나갈 때는 저희가 다 비켜줬고 설마 차가 사람을 다치게 할까봐 안내까지 하면서 이 농성장을 이어갔었습니다. 那我们在这边露宿的过程里头，其实这个巷子不断的有一些车辆的出入。那我们其实从来就没有要去阻挡车子，或者说甚至我们希望我们害怕这些车子可能会不小心撞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甚至还就是希望可以引导他，让他就是不会有任何的危险哦。但是今天警察竟然以我们妨碍交通跟道路这样子的理由，把我们这边的东西全部暴力的清场哦。 우리들을 강제 출국시키면 또 다른 조합원들이 이곳 대만으로 와서 농성을 이어갈 것입니다. 如果今天台湾的警察跟政府坚持要强制遣返我们的伙伴，那我们还会有更多在韩国的伙伴来会来到台湾，接棒做接下来的抗争，走到最后。何少川出来面对，何少川出来面对。 台湾的朋友们，如果能够的话，来这边给他们声援以及支持。同时，我们也呼吁永丰余、何寿川赶紧出来面对。韩国人说无限期绝食，就绝对会跟永丰余做到底。希望永丰余跟台湾政府不要轻忽我们台湾以及韩国朋友抗争的决心。